老师这边排队慢慢来哈，这样 ，OK， 好，第二关稍微困难一点点哈，接下来第三关，来，爸爸妈妈，请你坐在地板上坐下来，好，请你呢坐在地上之后呢，麻烦你把脚伸直，给你的小宝贝臭脚丫，脸臭脚丫，手不用牵了，手不用牵了。手不用牵了，脚要伸直。待会呢，我们呢会来帮你的脚按摩一下，按摩一下。好，膝盖不要翘起来了啊、哦。准备了哈啊，我们跑步环都已经做好之后，老师让我们跑步环练习一下，来球球放下去。好，先从爸爸妈妈的脚上滚过去，从小朋友那边滚回来。我发现我们小二班在练习的时候都故意慢慢跑，然后正式开始的时候就很快。啊，老师把球举高高，准备了，准备了。